我是最近无闲人出来坐的。你不播上网吗？啊？你的手机呢？我手机记忆卡根本就满了。他没手机啊？你不在这里啊？你有没有打过？你不我铁皮胶大哥。下车，我叫大哥啊哈！我给这大哥啊你。你跟我说，你讲要给安可抱啦。我说好啦，等一下。伊讲要瘦瘦那个安可，伊讲厉害。伊讲厉害，伊讲声又讲不出来。真的啦。是有在做记录片，是还是？我不信，这过来的。一半自己拍，一半自己拍。对啊，我每天来做演，没有每天来活动，是跟配合的。哎呀，从我这个时候，咱小姑娘最爆，你知道啦？伊在操场，伊在遐，伊人机啊，我讲我无在小姑娘，伊在操场。我今日嘛怀疑，伊讲要叫大佬来做。没有，我买伊几条嘛，我买两万蛋的，我无贵。哟，我一看介绍，你是那个新闻。等一下会实际做，他今年够有实际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因为我们那个平西，平西啊，刚刚我们来的那个地方，平西站，基本上都被禁足，差不多生病了，差不多吧，因为病毒刚渡过，你站好啊，你站好。慢慢前，就是我们今天拢歪坐啊，我就是讲你前头了。你现在里面的记忆卡是谁的？没有啊，我就说这边有屏东线的，那个有屏东线的，就是要那个。你在换的，我都给你了，你还没换？你刚刚不是就你的啊？没换，因为我是在地上，我在桌上捡到一个。我们刚刚坐到第一站，没有，然后现在要开始到第二站，这是第二站。快点公共好多现在讲的模式啊，做对啊，你要照看到哪去？他在马厩行，干部就往往蓝蓝的啦，嗯，脚一直就这样，蓝色的眼睛吗？天空蓝吗？我看，啊，对啊，天空蓝。给建工主要办个登记证，小米啊，那你登你的基因卡？是我的嘛，对嘛？这是也有我的照片啊。你看那个旁边那个黄色的应该就是你的
再打开看看。我上厕所，上厕所。在外面，在后面。对啊。哎，拔下来还我啦！哎呦，多么可爱！我出去玩的话，多么可爱！他昨晚还没有来历史。对啊，我这里面没有记忆卡。啊？我这里面没有记忆卡。那你把记忆卡在哪？在包包里面了。你要不要拍啊？我们趁局回来了。什么东西？那你手机要借我看。拿起来玩给妈咪。哎，还用脚去踩？哦，揍你了！揍你了！我跟你讲哦，我给了大哥哥。妈咪跟你摸一下好不好？哎，你过来，不要拿那个公鸡站来的，你看。对，妈咪用，妈咪用，妈咪走走看。不会错。奶奶奶，你尿头，这两天弄安尼。我做洗头，大家我洗头，那是尿头。因为火车，我拢甲念做念一排，你知影？跟他到了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好了，拍一下。不可以拍照啊！好，不可以拍上网。不可以拍上网，拍上网，你刚才看袂着这安可啊？我用。去哪里还没啊？今天听不到平交道，因为我们到 BB 他们就要下车了，好不好？旁边那个西啊，要不要载你去听好不好？你有过山道吗？等下下来会有。耶！那不能坐对台啊。要换车，他最后要停车，他要被盗。没有换路啊，这个被盗。就这一条路。就这条路而已。去台高，去台高，刚被盗。八哦，去台五。当兵没有。我不要这个水用什么？我这个十分钟我看啊，我都不管一个多。八个。啊。哇，调皮耶！一换我那座位，位置拢连座位，啊，坐那个橡皮筋那个白座位，啊，一站足长的安尼啊，汤马士啊，什么直线，什么新干线，拢弄个连座位安尼啊，所以拄仔要出来，要叫一只火车起来，还佫放，结果，那个外头我同我讲，哎，啊，那你拿警察车好了。啊，无那可能无载火车，啊，佫一部分的火车我也摕去公司啊。哇，我同意。伊个公司无完全要转来送，要送。不要乱乱乱乱乱乱。啊，你这看，这我做过的。啊？做过啦。无啦，什么车拢有。对，到那个。啊，坐中高车。我
山东要去三角岭，哎呀，迄快递啦，啊，我 S U N 啊。在哪里？姐姐在后面在坐着，她才不要像你那么啰嗦嘞。真的。也有大黄的。姐姐好厉害。姐姐都不过来 S U N， 还快递开三间呢。你刚才说不会的，以后开 S U N， 也是用钱买进到。你不要过去那边，你这样弄到别人了。你有啊，也有啊。啊，你换换从这边看啊，这里还在录。这样。啊，不是用，从这个视窗看，两个都可以看。啊，两台啊。啊，你引带我了，没当了，我给你赶紧换，自己兴趣去看的，手机好还是不好照？我买那个在里面的手机照一照，啪，然后变成紫色的，就在这边。啊，是过一下好，就是因为那个色温啊，因为你在山洞里前面打的是黄光，然后它就白底粉之后，就黄的变成白的，你出来之后就变成你现在这个色温就变成是蓝的，那个时间会变成蓝。色温啊，不是说它怎么，它自动变焦，所以色温调整不一样。颜色变，那是因为它里面的白平衡的关系。白平衡，所以山洞出来。它是自动的话，会有一阵子是蓝色的。这套设备啊，哎，你上礼拜不是要去拍那个？开一次叫中港的。哦，对对对对。在这边，游轮的。对啊。哦。就看到了。哦，是。我走了两站。哦。从第七走八万步，算时间走不够，不能走到十分，要走到这里去。这个是手机嘛，哦，对。你敢不敢放飞这个？那前面十分嘛，我行来，不然走路要三到五分钟。十分钟，我就十分钟来这边钓。好，去看看啦。哦，这是什么事？不是啊。所有的稿啊。下一站。有些人一出来。这车子是坐到八度还是可以的？这一家可以开到八度，对。他会再回来吗？会。对。人下班，车子就下班。方向盘头要弯，车子弯的时候，司机头弯，他就弯了。
右转，我这头就弯一点。啊，他就弯。左转我就弯。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帮我转，方向盘给你，帮我转一下。这要干嘛？右摆。这就是给人家嘛，他给他要。不要给他换，给他交换。等一下可以看得到。换一下。它不会自动转，一定要手动。第二是转弯。我们是控制速度，转弯我不控制，我就沿着铁轨转走啊。铁轨左转我就左转，右转我就右转。我就控制那个。这个是最美的哟，哈，让他捡了。啊，这石头哎，还有这钻耶。哦，红师傅，好久不见。这石头哈，赚好多石头。到了。下车了，要下车了，走。哎，这边是什么地方？这边是什么地方？下车，下车，下车，谢谢，好，我们确定了，下车，谢谢，来，就快到，大哥，谢谢，拜拜，自己十分的，然后，慢慢走，慢走，是很漂亮，它进的就对了，巧了，不会啊，这里大概。那你的人做啊？那你那个，不倒。还有什么？好像那张椅脚，三脚不是张椅脚，那公差不多。那还好吗？那上面的那个没有点名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以前看过很多，对吧？最近就丢了。那你要是三条岭下去再回来拍呢？没有，回来就不拍了。大概，如果我今天是要去这里，那这个路就是照那个。对。
对对，那、啊、是之前以前蒸汽火车在用的吗？对，以前那里是这边是不是有个记录段？现在都没有了。现在那这个地方旁边的火车是会经过这里吗？会，也是等下会经过。现在只有这条而已。那、啊、以前这里有好就好多条，然后蒸汽机不是要加水吗？那一个加水，还有一个加煤。好，谢谢。那会经过。好好。一辆都是这样蓝色的，你要坐着这样，哦、这样我一辆呢。好、啊，过去找都没有，也没有这么好的，这么好的。
底下，山雕底下肯定走。好，基本安全。看大有错。
过桥，过桥左边左上方看到。哦，过这个桥。看到，左上边、哦、看到。看到。这个。哦。现在挡住了。那就差不多了。听说太阳拆掉了。那基路段不是有？哦，有一个，对对，那个巨石带，那个列入古迹啊。那你要再回去，那你要继续拍这个。对对对。310接近。